大家好，我是爱地产更爱生活的大 V Vicky。 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在多伦多西边密西沙加市的 Kiss Condo 的售楼处。那 Kiss Condo 呢，它是本地著名开发商的 Daniels Corporation 在密西沙加 Erin Mills 社区这个大型综合社区项目里的最后一栋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金融街集团和 The Daniels 开发商一起联合举办的，针对我们金融街集团的经济和客户的一个售前的独家展销活动。Kiss Condo 呢，这个项目一共是15层，有316个单位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其实已经在修建的过程当中了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项目有修不起来的风险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楼的停车位的配比是相当充足的，基本上是可以达到1:1的一个配比。那么这个楼盘所在的地方呢，是密西沙加一个非常好的社区，而且非常的闹中取静，整个周边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方便，非常适合大家进行投资。那 Daniel 这个开发商，他所有的项目的价格呢都非常的有惊喜。那么 Kiss Condo 这个项目，它的平均市价大概也就在1100块钱出头左右。以上呢就是大 V 今天的楼盘分享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关注我，谢谢。